我表妹是九天翱翔的凤凰，有铮铮傲骨，要不是屈居后院争风吃醋耍心机耍手段的小女人，你不能自贬身价委曲求全。姑娘，你不能跳啊！使不得啊，使不得啊！你有什么事你跳下来说。哦，不不不，你有什么事你走下来说啊。姑娘，这跳楼可不好玩，你要跳下来没摔死会变成丑八怪的。小婊子，有本事你就给我往下跳啊。啊，你这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是吧你？哎呦，你吓唬谁呢？你跳跳跳，你赶紧我跳啊。快去救他呀。还有昨天新兵队长郭有德故意欺负新兵，居然把一个平民家的新兵蛋子给打死了。竟然有这种事。多出怨言，怒其主将，不听约束，更教难治，此为构军，犯者斩之。这世界很酷。